12月31日消息，小米电视 A50、A55、A65、A70、A75 型号将于今日12月31日20点开启首销，到手价1549元起。小米电视 A50 1549元，小米电视 A55 1649元，小米电视 A65 2299元，小米电视 A70 2599元，小米电视 A75 2999元。据介绍，小米电视 A 系列新品采用 Unibody 金属一体成型机身设计，具有 97.2% 的高频占比，屏幕分辨率为3840×2160像素，色准 Delta2， 支持 10.7 亿色显示，60赫兹刷新率，可视角度178度。该产品可根据画面明亮程度自动切换调光方式，有效降低屏闪。该系列配备4核处理器 Cortex A35 以及 2GB+32GB 存储空间，搭载 5GHz2.4 GHz 双频段 WiFi， 支持蓝牙 5.0， 提供两个 USB 接口，两个 HDMI 接口，含一个 ARC， 一个 AV 接口，一个 Avtom 接口，一个以太网接口，一个 SPIP 接口。此外，该系列产品还搭载 MIUI TV 系统，支持小爱同学语音控制，覆盖主流投屏协议，通过手机笔记本第三方软件能实现多屏联动。